你别看这里录像，这都是给你们的啊。摄像机是要是给我记录的，你们是要记在脑子里，而不是记在身体。咱们也要去记，也要去学习。那每天要把我的课程，我所讲的，你们要给它复制。你们现在就是我的复读机。我说啥，你们复制什么？也可能我随时讲课去让你上来复制。如果你要是说记不起来，我要学，我是不是要打死你？就是说刚才讲的，说人一进来是不是分阳？那一个人进来不爱吱声，这是阴是阳？阴。那他的事情是阴是阳？阴。那肯定是阴了，对吧？他就肯定是要问一些什么方面事啊？饮食方面的事呗，或者阴湿方面的事呗。阴湿方面都包含哪些？病。一个人有病，精气神不足，他能体现出来阳吗？对吧？一个人犯官非口舌了，他还来哈哈，然后你给我算一算，看我今天犯官非口舌了，有这样的吗？没有吧。一个阴的人进来，他所问的事几乎就是阴事，绝对不会是问阳事。啊，一个人进来，师傅，你看我婚姻怎么样？我要娶一个女的，但满脸惆怅，你说这是阴是阳？阴。那不能好吗？有这样来问的吗？没有啊。一个人婚姻不好的时候还来说，师傅给我看看，我要不这离婚能不能离这婚，那肯定是希望离。这是阴是阳？是希望。阳啊，阳是动了，他希望分开呀。那他就满心欢喜，他希望你说，师傅你给我看看能不能离，说能离啊，是他就很高兴，因为他就想要你这句话。那一个女人她不想离婚，她会进来说，师傅你给我算算我能不能离婚。她不会的。师傅你给我看看我婚姻。这个声音一看就阴阳，阴阳一出来了，你说她是希望离婚是不希望离婚呢？不希望。对，不希望离婚，她会体现出来一种喜悦的心情吗？你是不是要分阴阳？对吧？所以说我给你们讲这个阴阳是要用在卦象上，绝对我不跟你讲天为阳，地为阴，男为阳，女为阴，老为阳，什么少阴，是这些都没有，这些都是用在什么理论上的。你所将来经历的是一个人进来，对吧？一个人进来说，师傅你给我看看财运，说我想干一件事情，这是阳是阴？阳是阳。他好不好？好。他体现出来一个运气就是好的，对吧？那一个人进来也不吱声，满脸煞白的或者翘黑的，然后那个面色无光，然后往这一坐，有些人说，师傅看看我这个投资怎么样，是阴是阳？阴。阴一定就会破财，一定就会犯官，一定就会不顺，就会犯小人，这是不是都是阴呢？所以人一进来，他所说的话、问的事、他的表情、声音，你就完全可以体现出来，他的吉凶就已经出来了。这是不是阴阳？对。阴阳、吉凶、好坏，并不仅仅是形成和害。知道吗？所以他一进来，他的吉凶祸福就已经可以体现出来了。这个道理明白吗？厉害。所以你善于观察阴阳，而且要善于把阴阳用到实际的生活之中。昨天你问我，师傅我应该是舍还是得，是继续做生意呢，还是专业从事这个呢？师傅当年说过一个这么话，那就是你的师爷了，对吧？说祖师爷不会让你富贵，如果你该有使命走向这条路，你看能踏进这个门的人，能够走入易学之门的人，大富大贵的人很少。你就在课堂上算100个人，大富大贵的人也没几个。有好奇心，他不是想专业从事这个，都是过来怎么样看看这易学
但是大多数能把这个易学学好的人都不是富贵人，富贵还有磨难多的人，他会走向这条路。你想想，做生意几百万上千万，他会去领预测吗？不会。好了，你该有这个使命，做事业会让你发个几百万上千万吗？你一定会赚钱，主事业不会饿死你。你有这个使命的人，哎，你下来以后让你历经磨难，你每次到绝处的时候都会让你逢生，逢生好的时候都会突然好了，好了以后就会让你啪嚓一下下来，下来以后你又继续努力又奋斗下来，最后你相信了一个什么是说比我们长得又难看又丑，对吧？小个人不高也受过雷刑呢，当官发财，你说他怎么会这样呢？有多少比马云长得漂亮的人说他长得还没有我好看呢，他怎么就比我有钱呢？是，你是不是感觉到心里不平衡？有一点吧。有很多女子感叹说，我怎么就红颜薄命呢？你看那个女的长得那么难看，天天犯桃花，自己的爱人拿得像宝贝一样，还害怕他离婚，你说这是天理何在？对吧？你是不是感觉到心里很不平衡？我能想就感觉自己就没考虑自己，文化没有我高，对吧？长得没有我漂亮，哎，体型没有我好，他怎么就比我有福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讲预测，你还逃不了一个命。这就是我们讲的说宿命，说既然你相信预测，你就应该相信命的准备。我说对吗？对，您就是那副命。这个副命跟长得好看漂亮没有关系，对吧？是。哎，还有就是说，从你学习易学的这一天开始，你就负有了一种使命。不然你不会踏入这条路，你也不会踏进这个门，别人都没踏进这个门，你为什么会踏进来？东方红人没有一个踏进这屋的，你为什么不远千里踏入这里来？不让你来你会闹心，你会心发烦，来了以后你会心安。是，所以说冥冥之中这都是天意的存在，都不是说巧合，其实都是偶然，但是偶然之中又存在着一个必然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说你看，别人家孩子都不傻，为什么他家孩子就傻？这什么原因？因为那别人家孩子又灵又干啥，从小就当明星，就给父母赚钱，他家孩子怎么就天天花钱打针治病？然后最后钱都花光了，然后人还走了，难道这不是命吗？那这种命别人家孩子怎么就是来报恩呢？就给父母带来财运，他家孩子来了怎么就会来败家呢？这就是因果，是吗？对呀，这就是因果，天地万物都有因果，都不会纯属这个巧合。你光膀子出去回来，啪嚓感冒了，这是不是因果？因果无处不在。你骂我一句，我当打你一拳，这就是因果呀。有因有果，对吗？那杀人呢，抢劫的站那儿骂你一句，你也上去当一下子，骂完你踹完你一脚，还得把那钱掏一下，再捅你一刀，这难道不是因果吗？所以说因果就是阴阳，对吧？有阴就有阳，现实的因果跟前世的因果、未来的因果存不存在？都存在。所以说道家有这么一句话，说我命由我不由天，那得修行多么高的人才能达到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是，对吧？是。所以你们今天能够踏入医学这个门，你就要首先相信有因果，相信有阴阳，你连阴阳都不相信，何谈五行呢？
对吧？哎，那人一进来不爱吱声，不爱说话，往这一坐来说话，这是阴是阳？阴，他来问什么事？一些丑事。他未来要发生什么事？不顺。阴是，他就不顺呢。那一个人满面春风的走进来，那是阴是阳？阳。那他意味着要有什么事？吉事。好事、喜庆的事。他未来所问的事好不好？好。这不就是阴阳？首先人一进来不就分了，对吧？嗯。啊，走路的人嗖嗖嗖，像在风一样，咔，也没啥事儿，他也走那么快。这是阴是阳？阳。那是什么命？那是不是劳动命呗？你看有哪个太太走路急着拐弯，然后嘎跑没有？要怎么叫人叫太太呢？对不对？是。嗯，所以你从这里是不是就把阴阳都分开了？记下来，别看我说的，回头你们下午再考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傻眼了。副局长，那你们坐在这儿好了。嗯，坐着。好了，我们继续上课吧。嗯。刚才讲了。这个阴阳对吧，我们继续还讲阴阳。嗯，阴阳无处不在，不光别人分阴阳，我们自己呢，首先你要感觉到你所接触的阴阳是自己每天的心情，早晨起来这都体现出来一个阴阳，对吧？你早晨起来突然看到一个吉祥的事情，你心里就很开心，这就意味着你要有什么好事喜庆之事，对吧？你早晨你突然起来就很不高兴，很郁闷，也没有发生什么事，你的心情就是开不起来，你说这是阴是阳？阴意味着你今天来人，你去办事就要有什么事啊，难事，不顺的事，对吧？一个人一来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当你接触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跟他说话，你的面部表情就开心不起来。有吗？这是阴是阳？阴。那你接触这个人会给你带来好运吗？不会。你跟他合伙你会好吗？他来问的事情是吉是凶？凶。对吧？哎，他绝对跟你俩的磁场合吗？不合呗。不光我们预测，就你包括做生意合伙人，他都是你的一个预兆。你的第一眼看到这一个人，就意味着以后他会跟你发生什么。你第一眼看上去你就高兴不起来，对吧？哎，你感到这个人不怎么样。后来你一接触时间长了，说哎，这个人还挺好的。但是你没共识。等你真正一共识以后，你会发现，到关键的时候，就如你最开始的预兆一样。所以你要相信你第一次的一种感觉。所以往往很多时候说，我们说坑自己的都是什么？熟人呗，很熟的，对吧？嗯。啊，这就是说，不光预测有阴阳，我们也要有阴阳，对吧？嗯。好了，一个人正预测的时候，他来的时候天还是晴的呢，当一算卦的时候天阴。那就意味着他未来的事情要怎么样？后事。那他来的时候天还晴了呢，意味着他现在好不好？现在好，转变到。那外面的阴，是不是他很快就要从阳转到阴了？一个人来的时候，还干啥？还阴天呢？咋的？一坐待一会儿，太阳晴了，那这是阴是阳？这叫从阴转阳了。那这个人从运气就否极怎么样？太来了。这是不是阴阳？所以阴阳无处不在，知道吧？这就是我们说从预测当中，你首先就要分阴阳。人一进来，你跟他的感觉分不分阴阳？就比较分了，对吧？我刚才讲说，来人分阴阳，自己分阴阳，你跟他之间还要阴阳产生。如果我所讲的课是把书本上的内容讲出来，
你们坐在这儿还会产生阴阳共鸣吗？不会。不会吧？你会感觉到我还不如在家看书呢。是不是？当你我所讲的阴阳你从来都没听过的时候，说师父视频教学里面怎么没有呢？你是不是突然感觉到没产生共鸣了啊？这是我所想学的。一个人讲课不是要把你本上记的东西讲出来就叫讲课，是要把你心里的东西讲出来，跟你产生共鸣，这才叫授课。那你算卦也是一样啊，不是你把书本上的东西背出来了然后我讲给顾客听这就算卦，是通过卦象你在你的信息库里进行筛选，筛选出来的东西语言通过你嘴跟着产生共鸣了，这才叫算卦。你跟着不产生共鸣，你这个卦就阴阳无法协调。那卦是互动模式，这叫阴阳怎么样相合，对吧？所以你首先就要知道阴阳必须协调。你在这说话对对方叼一样叭叭叭抽，这是不是阴阳不调和呀？这就说明你没有说到他感兴趣的。作为我们预测者来讲，你更要去学会察言观色。比方我说的话，你在这儿听听津津有味，他在那好了，我跟产生共鸣，跟他产生没有产生共鸣，那你这课讲的就不成了。有人说众口难调，你的话语要把所有人都给调动起来，那才叫共鸣。你坐在给一个人算卦，旁边十个人听的，十个人在那打盹，感觉到无味。这就是说，你的声音磁场，你所算的话，你所说的话，没有对别人产生共鸣，只对他一个人产生共鸣，这就不行。你的话语即使旁边人听了，他心里都会产生一种共鸣，这才叫阴阳协调。你要跟所有人产生共鸣。像我在庙里的时候，放在东门宫，进一伙人从这一过，我一看谁满面红光，脸色发红无光，这个人是属于什么阳，好不好？好什么好？纯阳好吗？无光不好，无光不好，满脸红，那满脸白呢？好不好？也不好。为白亮而有光好，小白脸的就不好吗？赵子龙白不白？对吧？过去讲的白袍小将，你看，就形容一个白，不是白好，不是黑好，也不是红好，是面亮要有光，眼亮要有神。色才阳，眼亮有神，是阳是阴？阳。那一个人进来眼色都无光了，是不是像那日月一样无光？无光，他是不是有乌云笼罩？他的运气会好吗？你看财运旺的人，他的眼睛都会发光，真的。老师姐听着。啊，这就是说，你首先人一进来，不光他声音、表情、说话，他的眼神，一切都可以体现出来。我说对不对？啊，就我说这些你们记呀，先别记，你现在记我说的你也没听好，笔记你也没记好，你就说这边记这个，这边还得听的，这边还得想的，我会给你慢慢记，记着时间你要先听懂，对吧？所以从人一进来，面部表情各方面是不是都得要分析阴阳啊，啊，那好了，你自己发现自己这几天突然不顺了，这是阴是阳？阴，那意味着你的阴气是不是越来越盛？那你天天有好事，天天高兴，这阴是阳？阳。如果你自己发现自己都不顺了，你还不知道自己在阴暗之中，我运气开始走向低谷了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是。你自己玩阴阳的人，你都分辨不出来阴阳，你发现你的徒弟开始
到处去宣扬你，开始去骂你，你的孩子天天跟你吵架，跟你不和，你的父母天天跟你那别的来，你是不是已经开始走向阴的一面？是，嗯，对不对？那你自己你都感觉不出来，自己已经开始走向阴的一面，你怎么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？嗯，对吗？嗯，哎，你自己天天不高兴，天天惆怅，你是不是越来越阴呢？嗯，是，对吧？所以玩阴阳的人，你首先要发现自己在阴之中还是阳之中，这才叫真正玩阴阳。你自己都受五行生克，说啊，出家人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别人说一句话，你这边一宿都睡不着觉，耿耿于怀，想着这句话啥意思呢？这是你自己活在阴暗之中。是，我说的对，对对。像我在这个庙里的时候，啊，这是老修行，我跟他叫了一句师兄。这小狗师兄从哪儿论的？他应该跟我叫师叔才对呀。气得一宿没睡好觉，修行30多年了，因为叫一个师兄，我就跟他叫个师弟，修行好了，那又有什么呢？是，对不对？一个称呼就能让他一宿都睡不好觉，你说他的运气是在阴这样，也得阴脉，对吧？你说老顽童。他是阴是阳？阳，那肯定是阳啊，对吧？心里怎么样？天天哈哈的，很高兴，对吧？他活在阳之中，所以你看人的表情，你说他的表情是阴是阳，一看就明白。阴他的运气就活在阴暗之中，他的运气就是不可能像阳光一样，这是自身的运气起来。当谁都看你满面春风的时候，满脸都是笑容的时候。是不是开始要走阳的运气了，对吧？你明知道走路蹭蹭的行走带风，这人没福，你还蹭蹭的走，那你是不是自己不想改变的？你明知道天天不高兴不开心的时候，会自己越来越活在阴暗之中，你的运气越来越低落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想一些开心的事情，去找一些高兴的事情来改变自己？是啊。所以说什么是改变？你从阴阳的时候，每天自己一起来，你就发现，你就感觉我今天心情挺好。好，是，对不对？我好像你天天起来想，我今天挺好的，那就好了。你一点点就开始往阳走。道家还有一个叫否极泰来，当你发现自己运气真的不好的时候，你就要把自己置到绝地之中。我当发现自己运气不好的时候，不顺的时候，我就要去徒步去，把自己累的都有还比这还惨的吗？有还比这去睡马路去吗？睡公园去吗？说当你发现你走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把自己置到绝地之中，你会突然发现有一天回来，你开始走好运了。记得有一个修行人，他去上洞里，他在那里苦修了3年。然后突然被一个老板给看中了，然后给聘请到他们公司去当顾问。一下子他的苦，他的福是从哪来的？不从前面的苦中而得。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种那山地瓜好，大家都要往那去呢？当人流都往那挤的时候，这个人是不是就开始要世俗了？他用他的苦慢慢会变得什么？从阴是不是要转阳？那修行为什么非得要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方？你为什么不找一个都不知道的地方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说阴阳无处不在，你要把阴阳运用到生活之中，对不对？那你看玩艺的人苦不苦？苦。学艺的人苦不苦？为啥苦？他就是这个命。但是我师父说，如果学艺的人、修道的人不会让你富贵，他会让你好坏，让你感受到突然失而又复得、得而又失的一种感觉，你会对人世间产生一个
厌倦的心。你不放不下，放不了情吗？那就给你来个情魔，磨完以后让你放，你放心再磨，你还放心不了，就再磨你。比如说这老天爷是不是故意给我设桃花？没人给你设桃花，都是你自己产生心魔，磨你，磨从哪来？磨从心来，是自己磨自己，主持人没时间磨你。你说我这家伙今天闹心，一看这股票蹭蹭的涨，不行，我得买。这股票涨得这么好，买完就跌。是，你不买你就闹心。一看这家伙跌成这样，这惨呢，不行，我得卖。这些钱跌没了，卖完以后蹭蹭又涨了，这是不是阴阳？对。如果你再忍一忍，但是该他破财，他能忍住吗？忍不住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淡薄了名利，放下不管，十年二十年，是不是就不带着他的五行资源了？是。但是你会不看吗？这不可能。这人生心魔，对。关注。所以我师父说，一个修行人，祖师爷会让你，上富起来再贫穷，富起来再贫穷，考验你的一个心，让你走向弘法度人。一开始你学艺是为了生活，对吧？对。谁我们都得要活在五谷杂粮之中，你都得要五谷轮回，吃了没了再吃。如果你要不去糊了这个嘴，你就无欲了。对吧？好了，当你好的时候，你还能够去继续传道授业解惑。你比如说我有一万，我有十万，我就有一百万，我该去服务还去服务。该为众生还为众生，绝对不会说算一卦几千上万，给人开个风水几万十万，那么你就会越来越顺越来好。祖师爷说，你无论有没有钱，你都会在一个道德之中。否则，人家一发财了，我有几千万，算卦几百块钱，我才不给你算呢，连我才不给你算呢，对吧？但是我为什么现在说不在双挂有，其实也很好搞教训。你看我今年五月有次运动都没搞，是因为我年龄大了，想在晚年呢，说让徒弟好好去教，我还不想教了。说呢，我想，其实我为什么在这儿一直在写书写著作呢？是想在有生之年有点传世经典的一些著作，因为这些东西我不写出来，等我没了，你后代子孙你再写，根本就写不出来。你想想我耗尽多少年，我十九岁就开挂了，阅历太厉害。今年四十七了吗？多少年了？数不出的，46呗，就46。你说我从事多少年？你让后代子孙去耗这么多年，对吧？你看，凡是李时珍也好，扁鹊也好，药王也好，孙思邈也好，他们到晚年都不再看病了，因为他到晚年都想留一个传世的一个经典之作，把自己的经典写出来以后，让后代子孙、子子孙孙去受益。这还是道福。对吧？我给你算一个人卦，只让你一人受益。我写这一本书，不是？鬼谷子收了孙膑、庞涓，你看，这俩人把天下搞了，对吧？所以，徒弟去弘扬天下，不给师傅去打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我们说，只要你踏上易学这个门，那么就意味着。你的面相就走了这个行业。如果你该做生意做生意，该给人解难解难，该给人避祸避祸，该指点迷津指点迷津，你的生意完全可以照做。但是你说我今年生意特别好，我发迹了，我才不算卦呢。你看神医喜来乐，皇帝要把他留在宫内当御医，他不当，因为他心里从师傅那教的时候就心系百姓，我不会单为你一人服务，他是为天下而服务。那如果他追求富贵，自己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去
对吧？是。啊，这就是说，当我今天说的这个你能悟到了，以后你从事这个职业，你会走入更顺的一种境界，你自身从阳转阳，否则你就会从阳转阴，从阴转阳，你就像有白天有黑夜，你的人生就会有高潮有低谷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嗯，这回记一下啊，把我刚才好。所以白天上午讲课，下午要考的，看你们中午我可以睡觉，你们不可以睡，懂吗？不然的话，你想把它学好不可能。所以我说让你们要刻苦，你别看师傅睡觉了，哎呀我也赶紧眯一会儿，不行。要你看每次教教学，所有上完课说休息十分钟二十分钟。一下课你瞅这些人聚在一起聊天谈天论地的，回去以后啥也不是，对吧？这自己不靠谱。刚才讲了阴和阳，那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这人一来你怎么看？他不可能是纯阴，也不可能是纯阳，对吧？一个人一进来满面春风，但是你看到他你心里就咯噔一个的，心里就不开心不高兴，你说这是阴阳，阳中有阴，这是阳中有阴，那说明这个人运气好不好？好，好吧，但是他要有隐暗的事情。我说的这些都是一种感觉，这就我跟你讲的，就像我讲的风水一样，你一进去你就知道他家是阳宅有事是阴宅有事，到底家里风水哪里成了，这叫叫遁。我们算卦奇门遁甲，是不是讲究遁？遁是什么？遁就是一种感觉。为什么要让你们修炼呢？你讲奇门遁甲的人，你不讲遁，那怎么能行？你以为是飞天遁地啊？遁是遁出他的一种感觉，遁出你的感觉，你跟他之间的一种感觉，知道吧？是吧？记得第一次跑我那学习的时候，他就让我心里很不爽，这就叫顿，对吧？哎，所以他就会不顺。这个不顺，不是说我师父跟他那个怎么办啊，他就会不顺，不是。他是一种人与人之间顿出来的一种感觉。哦。啊，这种感觉，你搞奇门遁甲，玩奇门遁甲，你没有这种感觉，你怎么玩奇门遁甲？预测不仅仅是在书本上，也不是在笔上纸上。而是你一接触这个人，你就要把你们之间就要这种感觉就给顿出来。说你接这个人，谁吵的都好，因为他别人没感觉，他不懂奇门遁甲，他顿不出这种感觉来。而你修行人，你是玩奇门遁甲的人，你不练功，你就没有顿，没有顿你就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，什么感觉？就灵感。啊，我一接触这个人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这种不舒服还要分很多种，他要顿出几种感觉来，知道吗？说我一看到他，我心里就特别郁闷。他也没惹我生气，跟我也打招呼，你好啊，师傅。哎，但是我心里就不舒服。这是一种，是不是要顿呢？是不是他意味着他有隐暗的事？对吧？他从阳要转到阴，说你别看你现在运气很好，如果我没测错的话，你现在心里面临的有说不出来的苦，你要有隐暗的事，你肯定犯小人不顺，或者家里人犯病来，因为遁是一种隐暗的东西，隐暗的东西就不是阳光的东西，这种感觉往往还有一种顿出阴，你这叫顿出阴是阳吗？你顿的是阴，阴一定会有阴的东西。说你的运气，你家里一定有什么阴气阴势。这种阴势往往一般来说，你要看着面亮有光，人也干哈，这人运气好，但是家里一定犯病灾，这叫顿。知道吗？为什么阴暗的事，它要分口舌官非小人疾病，这叫阴势。
那对吧？哎，那你炖出来的这种擀面，一看他运气很好，他家里就翻面的。你一看这人一来，虽然是跟你说话也笑一个啊，但是他面色无光，那意味着他自身的运气不好。你看他的面色有光吗？没有，就他现在运气不顺。哎，对吧？你看他的面色，他的面色，他们三个，是不是你给他分层次，随着面量，随着脸色就好。我感觉他的脸色好。他稍微好点，他第二，这是第三，你就要把它炖出来，知道吧？炖出来，当你再想继续炖的时候，你就要有一种感觉说，跟他俩合二为一。怎么合二为一？这叫炖，炖出阴阳来。说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这叫炖。真正预测炖出高手的来世，只要看你念哪一个照片，我跟你合二为一，你的一切事情我都知道。但是我没修到这种境界。想学吗？知道吧？我也没有修到这种境界。这些东西不是学的。是修出来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从你们今天开始要每天打坐，你不打坐你不练功。我是这几年因为从奇门开始，我是以前修行，这几年我就天天写东西研究东西，把这些东西做出来，没时间修炼。你说那修炼还没时间，少睡一会儿觉得了呗？不是，是你心不静。如何戒能生定，定能生慧？你进入不了禅定，你往那一坐，七百年古八百年康，你们什么都出来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也就是说，过去师父陪徒弟去闭关，那是师父要跟徒弟一块儿闭关的。你闭一年，师父要陪着你闭一年。你们来这儿修炼，吃一个月素，师父也要陪着你们吃一个月素，我要看着你们。这是师父，就是护法。平时是师父，等到你修炼的时候，师父就变成你的护法，这样。所以不修炼你就没有顿，没有顿你的卦就不神奇，就谈不上玩奇门遁甲，你只是玩奇门，没有遁甲。知道吧？人有外奇窍跟内奇窍。外玄关和内玄关，你不打通，你不能感应天地，你不能人与人之间相感，你何来的预知呢？就诸葛亮一顿出刘备，你要来了，我隐居起来，我躲你，这叫顿，知道你没来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你没有这个顿，人来了你都不知道呢，对吧？就像是说。算命先生那个做大禅说，哎呀，你要有灾，你要犯水灾，就牧羊，这是真事儿，说你要犯水灾，那咋办？得解好了。第二天开了三轮预测，法师带了两个带了一个高工一个高工一个助理，然后犯水灾预测，一个开三轮的，走四个人走到水库，一下子这车三轮车干水库里，四个人是犯水灾呀，都死了。这就叫遁，他没有遁，他只有测，他不知道你的灾该解不该解，是不是天理不容的灾？那一个人打砸抢无恶不作，老天都不容你去解的，你能解到吗？一个人犯官非，杀人的人。是吧？我给你点钱，你给我解吧，能吗？不可能，对吧？对。所以说你灾要分什么灾？不是所有人人你都要管的。有的人说，师傅，你从事这个，你咋没有爱心呢？爱莫能助。不是所有人的命运都你都能够去改变。这就是说，我不太算卦，是因为我困惑太多。为什么困惑太多？只要你算的越神奇，比如问师傅那咋办，说婚姻不好怎么办，师傅你要说管不了，那边嘎就哭了，
你说你在挂算命，你说，但是你真有的人你真能管吗？有的人你管不了，他的命下来就是这样。所以假如说，我们说假如啊，一个蛇你八给打死了，好了，他化身一变，化成你的孩子，然后开始拜拜你的钱财，他已经来到了这个人世来报复你了，你怎么办？对，所以你看多动症自闭症的孩子，什么叫自闭症啊？那过去不就是傻子？嗯，是。这只不过就是傻子这个词儿我们不用了而已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对。你能把他杀了吗？他已经都来了。嗯。那就是来报复。说你前世把我杀了，这时我就要投胎到你家，我就变成你的子女，我就让你伺候我，照顾我，我就要祸害你。这没法解啊。你怎么解？他都来了。已经事实了。他已经来了。他没来的时候你给他说我杀了王来，我给他抄。他已经来了，你咋解？有没有解决方法？也有。说父母必须虔诚忏悔，然后要去修道，领着孩子一起去修道，化解他的怨气，这可以。谁会去这么做呢？是很少。他会相信你吗？对。所以你说你是不是爱莫能助呢？这很难的。所以我现在不太算卦的原因是，只要你算卦，要不你就不给他算准行，只要你算准了，他就会问师傅咋办。你的困惑是后面咋办？我相信大多数有的徒弟来后面的都是来寻解灾的。怎么改变人的运气？因为你算的越准，最后咋办？不光你们困惑，有一些事情我也困惑。那之所以我为什么困惑，是修行不好。你要修行好了，像济公一样，像神一样，什么解不了？对吧？你看济公。他到哪知道啊？这里要有灾了，我提前就去了，就能把它化解了。我们只是你人来到这里，我给你预测，对吧？济公是来到东方红，他会感应所有东方红的人，谁要有灾，谁要有难，谁要做好事。他已经是说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我们现在所顿的感觉是你跟我之间的关系，济公是跟所有众生的关系，是，对吧？所以为什么学奇门遁甲要修行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你不修行，你没有遁，明白吗？这就是说，但是有多少求学者会为了去追求遁呢？大家都在追求术。什么叫术呢？你一来我咔给你算兄弟姐妹几个孩子几个哪年有事，然后我就给你摁住，然后赚点钱，解个财，这是人们追求一个术的一个境界，他不去考虑到一个命，对吗？是。一个人不吱声，进来面是阴暗，运气不好，那他是阴是阳？阴。好了，你一看到他，你就有一种喜悦的心情，好像相见恨晚。哎，这个人真好，真可爱，说我就愿意接触你，我就愿意管你。他的事情你能不能管？能管。能管。他所带来的东西希不希望你管？是吗？对吧？你能不能管了？可以。能吧。那一个人进来你心里就一看阴暗，你自己心里也跟阴暗，他的事情你能管吗？管不能管。你管不了，你管你就要丢脸。给再多的钱你不能管了，因为你脸丢不起这个人的，对吗？所以说你没有这个遁，可不仅仅是一个卦。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学遁呢？就是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每天晚上就要打坐，要学出这种遁的感觉来。没有这种遁的感觉，你的卦就不够神奇。你该管不该管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能不能帮了他你都不知道，你还去管，管完以后你不要钱，你也丢不起那人。说他给我弄完了，改完了，我啥反应没有了，对吧？所以修行是必须的，因为修行跟你的卦跟奇门是要结合来的。
对吧？你看王重阳广收门徒，最后度了七人了，他一看七人缘分早齐了，那些该走的就走了，他就不留。说为啥不留呢？因为他找的是人。是为什么？说你是不是修道人，一看就知道。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去修行？对吧？对，大多数都是在追求一个术。师父肯定有方法能让你来，也能让你走。该缘分来的，他撵他都不走。就像丘处机，师父知道他的磨难多，就故意刁难他，越刁难他的成就反倒越大。那搞别人心里说，哎，师父怎么对他好就对我不好，为啥刁难我？那就走了，这就是你的根气缘分不够。不有这么一句话叫家鸡打什么团团转，野鸡不打都要飞。这不就是这个道理，是你的孩子各找各的缘分。说你今天跟我有一刻之缘走了，你不再回来，这就是我们之间没有这时候。你可能会投身到其他的门派门下，那就是你是林家的孩子，是你的孩子打骂都是为的。张哥为什么再次来？就是我们那个孩子，他会再来，否则他不会再次走的这个门里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师傅也会看啊，这个徒弟但是你训斥完了他不来了，这就是缘分。你训斥来他还来，这就是不是啊，这才是我的孩子。对，是知道吧？所以这就我们讲什么事情都要分阴阳，这就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你看这个人进来满面春风，你心里这个难受就不舒服，瞅他的事情你能管吗？不能管呐，你管了你要丢脸呐，他事情你管不了啊，求你啥事情就是敬而远之，你推。这种推你还要有面子的推，不能哎你的事情我管不了，对吧？既然把他推了又不担责任，然后呢他又不与你为敌，那才行了，对吧？所以你要抠他的阴阳啊。所以一个来人你要知道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什么人该管什么人不该管，这就叫顿，你要顿出这种感觉。绝对不仅仅是个卦，你有时间来人说先算算咱俩合不合，你的事我能不能管，哪有那个时间算，对吧？所以你每天清晨起来都得要不要忙着起来起来睡起来了，每天起来都要打会坐一下子，顿着这种感觉，我今天要有什么事，这叫顿。今天没感觉，明天没感觉，后天时间长了，这种顿的感觉就会出来了，知道吧？记一下吧。这个小孩呢，是他妈生下来他以后吧，他妈就死了。是克呗。所以别人家孩子来，那父母都健康发财，他家孩子怎么就克孩子？都是前世的因果。不过呢这种因果呢以后我们会专门给你们论述这就是我们说阴阳。一个人来了以后都跟你什么都讲，什么都说，跟你就像自来熟一样，这样的一面好不好呢？不好。为什么？太阳了，太阳了，过阳气外露，阳气外露为孤为细，过去又叫什么呢？破罗刹，知道吗？破罗刹。我再来一遍啊。破罗僧说话哗哗哗，就是那种破罗僧，听过吧？听过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但命是苦命，辛苦命。就是他再是名人，他也是辛苦的，对吧？女人男生是不是破罗僧？这种人苦不苦？苦，辛苦吧？老袜子嘴，
知道什么叫老袜子吗？老什么？乌鸦嘴啊，不叫老袜子吗？啊，老袜子嘴呱呱叫，乌鸦嘴呱呱叫，一天不闲的。一个女人哒哒哒哒什么都说，什么都讲，不知道虚心实心腹。嗯，这种人印象怎么样？是不是也苦啊？苦。这种人就叫破罗僧，破罗僧也是老袜子僧，女人男生也是老袜子僧，只不过是没人这么讲而已。那这种人就是能挣钱，能干活，能铺的，然后最后把钱都带光，今天这也干，明天那也干，不闲的。因为他阳主动啊，动就要外向，外向就要动，动的话他把什么事情都给你家里给你办好。这样的人能娶不？对。你要说不能娶，别人说，哎，看我媳妇儿多能干，一天风风火火的。他不知道，他就是这个命。你要找一个娶娇滴滴的女人，所以说，再找对象的时候，你不要娇滴滴的。我是找这种破锣嗓的，娇滴滴的，好不好？他得享受。好呗，对吧？这叫阴阳呗，对吧？你不能纯阳，那纯阴。说一天，你看这女人真文静，也不吱声，也不干啥。后来呢，你娶完她以后，你发现她跟谁都不吱声，跟你也不是，这是阴阳。阴呗，阴呗。那这种阴日子能过下来？那也没法过呀。你说你到一个小卖店，瞅你也不吱声，多少钱？有这种人？也不吱声。哎，那不有价吗？对，是。这生意能做起来吗？你雇个服务员，雇个这样的，那不就是上位了吗？你家里能过起来日子吗？过不下，他整天阴暗，天天脸阴沉沉的，你看不到高兴的时候，整天阴天，这是不是阴阳啊？嗯，是，好不好？不好。那什么样的人才叫阴阳呢？静静的，该动动，对，该动的时候要动，该静的时候能静，能静得了厅堂，又能能静得了厨房，能又能了静得了什么？能上厨房，能上厅堂，还能静得了厨房，下的厨房，上的厅堂，上的厅堂，哎，说这样的人，说该有外面的时候，哎。也会说话，也会办事，也会干啥、啊？该静的时候坐那，该学习，该干啥？就他也能稳定起来，能动能静者，才为阴阳。那女人一进来就张牙舞爪说，这不是阳？那一进来往那一坐，也不吱声，也不干啥。该说话的时候要说话，你问他今年多大了？你看他说话面部没表情的啊，这是阴。所以人一进来就你要问人家从哪来的呀？只要你一张嘴，我就知道你阴阳了，明白吗？你要先张嘴，别问，你一问他，即使说话跟不说话，他的声音、他的体态、他的表情、他的阴阳就一切出来了。对，声音，对吧？你别不知道来人要先分阴阳，先给他分辨出来。对呀、啊，就跟我们看风水说。入山先观水口，说一进山里的时候，一看这山里没有往外流的水，一看这山里没风水。有山，你想进这山里看有没有风，一看说外面山里没有往外流的风水，没有水，这就有山而无水。后人站在这里有，只望人丁不望财。啊，对，是真贵人丁，真贵财，对吧？就像他们找我看风水，跑那个甘肃，那戈壁滩，那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，鸟都不来的地方，后人能有财吗？那地方有没有人住啊？戈壁滩？没人。我不说了吗？鸟都不在，万物都没有。上那去看。所以他那地方人能不穷吗？嗯。对吧？对。嗯，所以说山好水好人也好。山美水美人也美，对吧？哎，所以你首先就要把阴阳是不是先要学好？阴阳可以说是无处不在，对吧？哎，
今天上午我讲的阴阳，其实我可以阴阳可以讲两节，但是你们感觉阴阳有啥学的？其实阴阳学恰恰是我天地之所，万物之灵，对吧？对。我不说这些，你们会对阴阳有这么多的感悟吗？不会吧？好了，接下来你们要写一篇论文交给我，阴阳的阴阳论。阴阳论，对，你所想到的、所感悟的、所听过师傅的课讲完的阴阳，你会对阴阳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把它做成一个论文的形式交给我。论文那就叫论点、论证、论据，对吧？我对阴阳的观点，对吧？哎，论证就是它如何应用在现实生活之中，论据拿出依据来。说什么样的人我见过，我身边有什么样的人，这个人是比方说某某男，我身边的是吧，他的言行举止是什么样啊，他的阴阳是怎么分，他的命相如何，你才能够把这个论文写好，而并不是仅仅说阴阳就论述阴阳这两个字，要把阴阳论述到你的生活之中，你的爱人、你的妻子、你的朋友、你的父母、你身边一切的人，你有典型的，你都可以把它论述出来，你的论文才能够经典。学一篇自述，这样你才能对阴阳有一个更深的认识，你能把阴阳融入到你的生活之中，这才叫学习，明白吧？嗯嗯，接下来可以休息一下，然后把论文写好，好吧？休息要什么？啊，下午交，下午交啊，现在写啊，可以，现在写也行，2点钟交，10点半。